大家好啊，今天来看一下韩国演员宋仲基。最近在看韩剧啊，《才发家的小儿子》啊，确实还不错啊。我感觉现在的韩剧比日剧好看多了，个人感觉吧。看一下命格，他是85年9月19号啊，几年前也测过吧，好像他离婚的时候测过一次的啊。不管啊，直接看命格吧。辛金生在酉月，坐下酉金啊，日干是偏旺。年月日啊都是阴的啊，阴柔之木，而且是辛金啊，辛金是珠光宝气啊，也可以理解为是金银首饰啊。乙木也是花草之木，都是阴柔之相。什么叫阴柔呢？就这样的人感觉就是那种啊有气质，当然气质是一方面了，指的是说需要别人啊，就是总是想要照顾他这么一个形象啊。因为辛金代表是这个珠光宝气，乙木是花草之木。啊，从五行的这个角度来讲是这样的，再加上这个辛酉是十六木嘛，当然桃花也就多一些了。但是婚姻肯定不太好的啊，虽然他离了啊，虽然已经是离了吧，我记得是19年吧，因为之前测过一次的啊。你看这个对男的而言是看财嘛，财为妻子女朋友啊，第一个财呢是坐在丑土之上，按理说是不错的，因为有丑合嘛，但是他是空亡的。说空地，代表说是不牢固的啊。第二个呢，财呢是坐在绝地，再加上是比劫嘛，比劫是什么？竞争对手啊。那么当然也是分离了啊。所以这种的话，一看这婚姻就不是很理想。离婚呢应该是在19年吧，因为19年是大运流年对冲，虚岁35岁嘛，进入这个辛巳运，己亥冲了这个辛巳，一冲的话代表说一种。散了，或者说分离了。当然，这个分离往往可能，要么就异地了，或者是干脆就分开了。那事实上是分开了嘛？这种因为是金的缘故嘛，这种其实，当歌手啊、主持人啊，其实也是不错的啊。因为是酉金嘛，酉金主肺啊，又是在月柱嘛，月柱代表的是这个，这种，代表应该是属于胸部吧。就是所代表的部位是胸部，胸部刚好和肺也关，肺相关的，肺相关刚好是金这么旺相，所以这种肺火量啊，或者肺火量好的话，这种耐力呀啊，都会不错的啊，当歌手也是挺好的啊。那反正这个是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解读了啊。他是08年出道的啊，08年是戊子年啊，08年是戊子年，可以啊，戊子年。进入这个癸未运，不错啊。然后可能从小就出道了吧。然后15年的话差了一点点啊，因为大运流年，一个是流年相冲，所以15年是相冲的，15年差。这过去的就不来多说了啊。16年是太阳的后裔嘛，当年是确实很火的啊。16年吧，16年是丙申年，见火啊，而且是没有对命局产生冲刑，火代表什么？知名度嘛。刚好这个，记得是暑期档吧，而且名字是太阳的后裔啊，一看也是火相关的，所以暑期档是最火的嘛，代表出一种知名度啊。16年，17年是丁酉年，这个应该是结的婚吧，不管了啊，这过去的反正已经发生过了，那直接讲一下发展吧，就是之后的发展。那今年呢，壬寅年可以啊，其实去年也不错啊，类似那一点制作偏硬，也有这种作品啊，也有。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响啊，也有不错的反响，好像是文森佐吧，律师啊，也看过了啊。那今年壬寅年，反正都快结束了啊，就不去管了啊。现在是辛亥月啊，明年癸卯，明年不好，明年不理想啊，明年是属兔的嘛，对自身来讲的话是一个冲，卯酉冲啊，冲了2根禄神，所以是明年对事业相对来说容易有挫折啊。这种的命格的话，身体要差一点。啊，虽然是看上去挺阳光，或者说挺健康的，因为乙木嘛，但坐在绝地啊，木的，这相对来说差点木，这种五行受制的话，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就容易出问题。五行来讲，乙木代表的是这个眼睛啊，比如近视啊，在体表呢代表是眼睛嘛，目开窍，这个目开窍于这个眼嘛，代表的是眼睛方面啊，比如近视啊，在体内的话代表的是肝。啊，肝功能差一些，金克木这么严重啊，而且大运都走的都是火地，火代表知名度啊，挺好的啊，从发展角度来讲是挺好的，但对身体来讲是不太理想的
啊，这个18年了，啊，18年、19年啊，身体方面吧，啊，这个无从考证啊，只有作品是别人看得到的，知名度是看得到的，啊，所以刚才讲的是2023年，就明年啊，一冲可能事业受影响，这个就不太好啊。刚才说了感情方面或者婚姻方面已经离了，啊，又有自信，同时又是在这个决定，哎，不怎么样啊。那么之后呢？啊，什么时间点呢？所以婚恋按正常来讲，应该是在2014，不是14年，是2024年甲辰年，对吧？24年是甲木为正财，哎呀，这个出现了辰酉相合，所以是在24年，或者有婚姻也好，或者有结果也好，啊，但这种的话，他不会说把这种感情或者婚姻啊隐瞒啊不公开啊，什么私下里，这不可能透出来了吧？一定是公开的、官宣的。啊，所以我认为最有可能有结果的是在24年，当然23年可能也有一点，但这那种是不明显的或者说不了了之的，应该是在24年吧，就后年吧，反正也很快了啊。从个人发展来看，现在走的是辛巳运，这部运好不好呢？好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这个事业有再有一个高峰吧，可能之前的什么16年、17年是一个高峰期啊。那么可能18、19的慢慢有点下来的这个意思，那之后的发展呢，哎是可以的，但是身体不太好，这种命格身体是不理想的，之后的辛到巳火为败地，就是受伤了，哎这个尤其是在这个2026、2027年吧，特别旺，啊这个就太遥远了，身体方面啊，从事业方面没问题，啊情感来讲的话啊，第一个女朋友啊或者第二个。啊，可能都是身边的，或者说相近的，啊，就职业相近的。那之后的呢？可能是比如说财阀家的，真的是啊，他拍的剧叫《财阀家的小儿子》，我相信或者说认为之后的这个妻子或者另一半，可能也是财阀家的小女儿，哈，为什么？因为。两个都是身边的，都在绝地了。那么能够长久的，可能就是外面的。外面的一看，坐在这个尘土之上为印嘛，印代表着有事业的，事业好的女性，可能是就是财阀家的小女儿了，所娶的另一半吧。蛮有意思的，哎，反正有好有坏吧。啊，身体方面，哎，没办法啊，这个只能希望她顺利吧，希望她好吧。啊，今年是还可以，现在是辛亥月，加剧的是这个。壬子、癸丑、甲寅、乙卯、丙辰、丁巳、戊己未啊，这就不来推了。反正明年事业受影响，但情感可能会有收获啊。这叫做事业失意、失利，情场得意嘛。希望他顺畅吧。